What?看一下视野，你这不可能越吧？越不了，越不了。你这四个人越三个人，啊，五个人越四个人。但是这边也交 GP 了，怎么办？这边直接反手被了一下，这边顶了三个人，现在 Miko 被攻的血量很低，但是一血好像被拿下来，死掉了，还是拿下来了。奥恩被换掉，又可以是一滴血，还是一个一技能挡下伤害。但这边的话，潘森还是被带走了。A 掉先，想攻吗？没有，太难在前面。Miko 这个位置有没有说法？没有，Miko这里还是很小心的。Miko是没闪的，这个位置可能有机会。隔墙斜剪，挡到了，隔到了。这边再过来，潘森点灯笼。哎呦 ，Kira 跟 Peanut 这两个人有这化学反应。毕竟面对这么凶的进攻啊，他应该考虑是重点防守了。啊、这里 Miko 先手勾到这个先手，可以。锤石，两个人的配合还不错，但是瑟迪这一波是控制伤害打满。对，奥迪这个打住打得好痛。哇、哦，这波老人家胆子是真肥啊！太肥了，我们见过四包二的，没见过五包四的。五包四你敢信？这里先顶一下控制，然后再冲锋掉的、嗯，伤害不够。这边狼头是看到开了，这个狼头要往中路游一下。暴击这把依然很肥，皮娜是来到上半部，看到了这个河蟹，但是。我发现老玩家这边对于野区的保护做的是真不错，打出一个控制。九筒这里闪现捡起来，没有有闪现有闪现，这个还行。这我觉得这一波就是六级闪现给大。哦呦，但是皮娜又在旁边，这边能保住的伤害不够，伤害不够的。UK 这边是，我就包中了呀。哇，这样来的吗？梅鲁斯，哦，还好这个墙没撞到。哎，这锤石感觉老玩家这个时候打有点怪。这边勾了能打过吗？哎，撞起两个，但是队友跟不上，潘森直接起飞了。哇，这立定跳远！我这只要能杀人就各种闪现嘴脸啊！这种打法对先锋的依赖程度比火龙比小龙要高，你知道吗？这边看一眼又勾到了，没有进化了，怎么没有被秒了？天哪，这波要飞起来！奥迪可以，打不打到伤害拉满，但是伤害差一点。奥迪这边要是残血打一下没 A 死，哦，还好。烫死了，我的天哪！但是好像就是酒桶活了，但我觉得 ED 也上头呀，这上打的。哎，这一波杀掉锤石还可以，给卡莎补了个头。死高的死的稍微有点伤，这没想到。这干嘛？这残血潘森还要上去？又来，又来，直接给到打一套，过去怼、哎、打了一下，这个一技能很漂亮。这什么意思啊？不是老文杰。下路这两个伤害够不够啊？奥迪这边能打过奥迪吗？这边直接给大，这边绑了一下，但是羊没撞到。这边 Pina 的伤害很高啊，但是中路在逼，中路这个演技看一下怎么样？哎呦，这狂吗？这个果实一照，现在 EDG 觉得哎呦对面在做视野，不太对了，现在 EDG 慢慢来了，感觉对面已经消失了挺长时间了，还没反应吗？再去了，再去了，但来不及了。EDG 现在有点尴尬，现在想强行开一波，但是能打得过吗？奥迪这边 GP 过来，这边肯定要卖人了。Kira 应该是被卖的那一个，知道这边打一个被鲁斯打了空了，要被卖了。刀被上的很不错，拼了被逼出个闪现，把这个虚弱给 Scout。但这边的话，老王阵型这波开的看得好，这波阵型全乱了，老王还不如直接卖呢。这波反而想救人救出事了，就应该要死三个中下，中下三兄弟。What？我记得他这个饭盒，这个直接开吗？撞起来了，勾变一个进化，这波出事了，希望是大头。这个蓝鸟开的只能等死，不过潘森被炸了回去。潘森给卡莎做了一个跳板，俊扎跟后果两兄弟，但是俊扎自己怎么办？开启个秒表，刀妹还不在，没闯到，这边勾了回来，炸了一下，后果这边在打蜘蛛没有死，但是奥恩这里交出闪现也是成功逃生。这波后果潘森还要死。
这个位置被奥迪吸了一下，没有兄弟来救，离得比较远。但是这边得早点杀，晚点杀的话，老王家后续的人就把他赶过来了。打多少伤害？队友已经来了，有一分钟时间。这边的话，奥迪还要继续绑一下。这波来出事了，能秒掉，但是自己能怎么砍下来了？过不来了，这波砍下来的很关键，很及时。这边可以再杀一个。哇，感觉两队在大局观上还是有点差距。哎，是的，但这里找到了，勾到没上啊？这伤害哪够啊？韩森来了。韩森过来是打下奥迪，奥迪锤不来，于 K 是点灯笼回来，不是大哥不在啊，不旁边能打出多少的伤害，这位太难打掉，给了夸马，夸马这边没办法打输出了，奥迪再不给一个 W， 这刀妹还没来啊，正面是一个五打四，裂了裂了，老哥这全裂了，再炸回来一个维鲁斯，维鲁斯也被拿下，包括那个峡谷先锋团，包括后面的几波小龙团。得做一些抉择，这一把老干爹前面的几板斧啊，都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那种。哎，这里潘森一个人过来想留人，结果对面发现你只有一个人。老干爹的后续也来人了，哎，这啊，杨过，奥迪这边开启一个秒表 ，Tira 这边要挡一下吧，奥迪这边直接锤对方的潘森，啊是纷纷这边点一个灯笼回来，后部这边跟上，直接超神了。后部现在已经是无人可挡了，没有任何人能。哎，九死，哎，节俭给到了，这应该要死的。哇，真的大乱斗，这边还要就你觉得有的时候可以看经济，那是阵容相同的情况之下，潘森家蜘蛛太弱了。对，你看这多透啊！现在这边开几个金身，但这边怎么办呢？吊起来拖时间，正好有个野，谁杀的？这边没口的话直接被打了几个人，过刀妹打了三个人，这波要继续开始打了。你再把你说的话说一遍。这边奥迪进来，看一下后部有没有机会。克拉打出一个，还行，后部跟没有死，纷纷也被秒掉，后部直接超神。你说 EDG 现在都已经开始这种属于无乱开团了，都能打赢好吗？哎，刚刚慌不慌，兄弟？不慌。刚才那个蜘蛛挺秀的，我感觉。但还好后部呀，后部不是你蜘蛛秀是逃生秀，但是你正面的伤害已经不在一个层面了，死了就没办法了。对的，对维罗斯死没死还有一点点机会吧 ？EDG 这波推进应该挡不住了。韩森再跳过来，直接炸一下。韩森还有一个异形能，顶住了很多伤害，但是技能一旦直接被秒了，结束。后部这边无压力输出，伤害不在一个层面啊。勾了一下，这个没用了。哦，卡莎开始飞脸了，伤害非常高，被套了一个虚弱。起脸了，起脸了。最后的两个人，一个野斧能做什么呢？没办法，后部这把一次没死。